你对中国足球有意见？这不打骂人都骂，骂都在骂，还骂人，骂什么？骂骂你就是全家都踢中国足球的，打得好吗？那这个打得好，还不穿穿，还没人给我打得好，打打得好，打好。哎呦！好，到时候就加入中国足球，那多光荣啊！这个光个穿穿。那个旅行箱是 LV 啊，背的那个包包是 LV， 钱包是 LV， 就连内裤都是 LV 的。你晓得他们叫现在中国足球叫啥子队吗？那叫 LV 球队。